拜神明拜得这么虔诚，你很在意对不对？你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我说过我没有勇气面对我的问题嘛。你没有什么问题，大不了就是跟你爸爸一样。碧琪，你不用担心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都是最好的答案。完了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:45，《初恋的情人》感动现映。本节目由喜多纳营养液冠名播出。